我们周黑鸭真正是在1994年，我们就周黑鸭就这个产品就诞生了。当时我们做这个产品的时候，一直是送往酒店里面。1997年的时候，我们是正式就到市场去销售。以前就是送酒店。那么在从1997年到2004年之间呢，我们就是一个沉淀的过程。我们经过了很多摸索，在2004年呢，终于从菜场、菜市场都到了这个大街上去买。